哎呀，这有啊，兄弟，这一网多少只？我去，还看多少啊？看看，活蹦乱跳的。都说这个意大利的小龙虾泛滥了。这结果我跟我朋友昨天去闻言上小河沟里刺探了一下，结果没想到啊，两个小时干了这个带有一大堆啊，一桶。大家可以看我上期视频抓虾怎么抓的，在意大利上期视频已经拍摄的非常到位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我朋友这个店里边，大家看，这不是一个酒吧，这是个餐厅啊，这是他的店。昨天他跟我一起去抓虾，抓完虾之后，我们今天过来把这个小龙虾做一下，大家看看在意大利我们这帮人是怎么吃这个小龙虾的。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做，所以来他的餐厅里边做可能更好吃一点。这是我们昨天的收获，两个小时，大家看多少啊？看看，活蹦乱跳的。这都是昨天我跟我朋友抓的啊，这两个小时时间抓这些。阿伟有没有十斤？露个脸吧，十斤没有，七八斤吧。七八斤是吧？嗯，但我感觉有了，看看多新鲜，全是大个头的。行，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下，看看这个在意大利我们怎么吃这个小龙虾。今天给你们做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大厨阿佐先生。看看啊，哎，那小虾那前面是不是虾黄啊？虾内脏。内脏。这虾内脏。这师傅收拾了一盆呢。师傅说先要过一下水，这样更干净一点。过油。过还要过油吗？还是过油的，现在过油。看看他多专业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老酒滴。老酒，看看这个火一定比家里的锅的火要专业啊！做东西也香。姜，刚才准备了点配菜，黄瓜、蒜、干豆腐皮、洋葱、辣椒，嘿嘿，一盘小龙虾，火马上开了。这个东西火真上劲儿，这个锅平时要烧这么一锅水，在家里边。怎么着也得五分钟吧，这一分钟就已经开锅了。看看后面小虾来呀，我们的左大厨相当专业啊。这样过水是应该去腥的意思吧？这一大勺，哇塞！哎呀，我现在看着就流口水了。这个意大利的小龙虾看着真干净，都没有刷啊，它就直接在那儿放着，用那个自己在那儿跑，用水冲了两遍，就这样的颜色了。小心别烫手，这是开始放油了。哇，不行，我再离远点，拉近镜头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热锅的油。热乎油。热锅的油。啊，懂了，热锅油。看看我这存一个打酱油的，洋葱、姜，先爆锅。里边也有蒜，再放辣椒，小龙虾，真专业啊！看这颠勺的力度，这跟我在家做的，哎呀，兄弟你是火焰中出生啊！酱油，秘制的汁水是酱油吗？还得蚝油，再来点老酒，哎呦。不行，我要在家里做的话，哪有这些东西啊？直接就盐和鸡精就上了。这是什么？胡椒粉。胡椒粉。意大利的纯胡椒。意大利的本土的胡椒吗？这个是本土的还是哪里？豆腐皮、青椒。我们要放开水。再放一些水。应该是放开水，但是现在没有开水。哦，小味儿挠就上来了啊！盖盖焖个五分钟，开了，把黄瓜放里了。还有别的配料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么些啊。那这个叫什么菜名？叫蔬菜小龙虾。这叫小龙虾大乱炖。小龙虾大乱炖也不是麻辣小龙虾哈。不是啊，大乱炖小龙虾。你怎么像我们东北人一样啊？东北菜好吃吗？对呀、啊，大乱炖、嗯。大家学会这个做法了吗？看看，在意大利的东北小龙虾做法，味道真的香啊！我等会给大家尝一个，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吃小龙虾，平时我不太吃，因为这个是自己抓的，自己吃特别香。今天啊，本来餐厅不开门，专门为了这小龙虾把餐厅打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。
看看，哎呦我去，这一盘卖，平时卖的话怎么着也得20多欧吧，这一盘至少吧，肯定的，在20欧不止啊，得20多吗？20-30块钱，哇塞，大家看到没？20-30块钱合着没这么多嘞，那多少钱？一般我们杀一份是15只，20多块钱吧？25还是28？25，看到没？那相当于28×16，相当于200-300块钱这一份。哎，其实跟国内的价格也差不多哈，我也不知道，好香，我给大家尝一下，我先下去尝一个啊。嗯，这味道，等会儿我打包全带回家啊，你们就别吃了啊。我尝一个虾，还有点热呀，太新鲜了。这怎么吃这个？把头摘下来。头摘下来吗？嗯。有点烫。有点烫。先这样。看看，这小虾肉。自己抓的虾，自己摸的虾，自己扒的虾，不对，这个词有点不对啊。我看看这肉怎么样，等会儿吃起来就是香，没事。我先放在上面了啊。哎呀，我闻着那个河水里边有点臭味，但是虾没有臭味啊。香。我拿个纸，我再把这个吃，这头也能吃吧？可以。嗦了嗦了。哇，香！哇，这个爪子有肉。嗯，看看，全是肉。嗯。我来吃个黄瓜豆腐汁儿，这真香。这些我都打包带走，放盒里。兄弟，带走，我不在你们这儿吃，回家偷摸啃去。我再回去喝点小酒。看看，哎呀我去，哎呀，这我再喝2瓶红酒，看真香啊，带劲。得嘞，我现在拿着小龙虾准备回家了，回家我喝点小酒，我就不给大家录视频了。这一次呢，其实今天是他们店里休息的日子，正好赶那个时间没有客人，特意去过来做了一个小龙虾来尝一尝，给大家录一个小视频。这样的话也算是应了我上一次视频跟大家说了要给大家做的吃一次，然后现在我要回家享受了。过一段时间我争取在意大利在罗马这儿多给大家整点活，看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，我都再多带大家出去玩一玩，行吧？那后续也希望大家陆续关注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点赞加转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看着啊，意大利打野这一块目前来说不太多，我争取把这块领域给霸占了。开玩笑啊。